离就离。行行行行，吵着啥呀？你上我这来吵着啥了呀？我这公司叫鸳鸯戏水，不叫鸳鸯斗嘴。再说你们这只用一点事儿，动不动就离离离离的，离啥呀？要离你找离婚部门，你上民政。你上我这来干啥了呀？结婚你给办的，对不起，离婚你也管吗？不是，这怎么的？这还讹上我了？没错，我们就讹上你了。你必须给我们办一个离婚仪式，离婚仪式还要比结婚仪式更隆重，让所有的亲朋好友们都给我们做一个见证，让他们知道我到底是为什么离的婚，把我的面子给我找回来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个小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全程录像，现场直播，课程光盘，人手一份。得，我这还摊事儿了，你说这还？哎呀，这看来他俩这是真要离婚了，这怎么整？哎，你不，我说，这样，你们俩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唠一唠？咱们能不离呀、啊，就尽量别离，行不行？让你办你就办。行，那既然这样了，那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，必须得离，必须离，不后悔，不后悔，拿钱。多少钱？结婚20000，离婚40000。我说你这贵的也太多了吧？啥叫太多呀？这是有原因的。第一，我没干过这个事儿；第二，也没人干这个事儿；第三，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事儿；第四，你们俩刚在我这结婚，结完婚了啊，你们就离婚，这传出去，我这生意还做不了。我告诉你啊，40000，一分不能少。给钱。啊？谁给 钱？谁给钱？你呗。凭啥？结婚我张罗的，我给钱；离婚你张罗的，你拿钱吧你。不是你一天到晚的出去张罗挣钱去，那钱都哪儿去了呀？干花钱怎么这么费劲呢？我挣钱是为了结婚，你听谁说挣钱是为了离婚挣钱的了？好，我给你写个欠条行吗？我们概不赊账。那我就交定金吗？那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？10000。行，先交10000。看见没？这钱是我交的啊！只要能圆圆满满的把婚离了，怎么都行。停！圆圆满满这个词儿啊，你可别给人糟践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这离婚定钱已交，针对离婚而言，圆圆满满这个词儿你就不能再用了，不吉利。你应该用什么呢？你应该用什么？破破糟糟，破马张飞，鸡头白脸，哎呀，等等等等，这你们把婚离了。好啊，太恰当了这。我同意，继续。好，那这样啊，咱们呢就按这个结婚的流程研究一下离婚庆典。二位起立。你这边，你那边，我这边，站好。朋友们，先生们，女士们，今天是小宝、小仙儿离婚之日，在这大悲的日子里，一对旧人。行，什么叫一对旧人呢？那我刚结婚怎么就变旧人了呢？那你刚结婚，你这不离婚了吗？不是，那我们俩从结婚典礼上就回家一直吵一直吵，吵到现在我们根本就没往一块凑，怎么就叫旧人呢？不是，他说的有道理，你就是新提的车马上就卖，你也是二手车。对。